然后欢迎回到亚瑟狂生活，今天来打球，可是今天遇到医师工会理事长备用球赛。今天就不能打，只能去打打墙壁。偶尔有一块墙可以打，但是就很多人轮流打一块，所以啊，基本上今天就跟墙壁度过吧。只有医生才能去打，我不行，我不是医生。不过我这样子拍摄，然后我看到很多网友说有这个屋顶的这种球场，他们觉得很棒啊，我才知道说这里其实蛮棒的。但是之前身在福中不知福，可是台北应该也有很多很棒的球场。好，来打墙壁了。
可以弄好了。